接到你的电话挺意外的，非常感谢你再次的邀请。我也没想到咱们会有第二次的见面机会，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坦白来说，上次见面以后，我自我反思了一下，我的态度确实有些问题。不过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跟一个跟我一样盛气凌人的人，还会再次见面？ 这一点我认可。不过，我们除了盛气凌人以外，还有很多的共同点。一样的有所保留，一样的直奔结果。您别看高贺先生现在四面八方的坐在这儿，当年自己来闯荡时，可以是当霹雳火呢。如果我们合作的话，你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将会彻底地改变交通和生活，将掀起交通产业的全新一面。5000万，半年时间，你能将这一业献多高？我一直认为时间不是衡量一个项目的唯一标准，项目才是最重要的。它可能一年、三年，或者是有3个月，而且我不需要5000万。 2000万的启动资金和研发费，500万公司的运营成本和500万的不可预计，3000万足以。啊！你是第一个，第一个过跟我谈价钱，倒着算会砍。看来我占了很多个第一个了。 答应你，第一轮3000万，没有时间不限对赌，合作愉快。哎，怎么了？ 人家都说这感情吧，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知道我的郭先生现在在非常的忙碌，可是你至少抬起眼皮看我一下吧，这都1个小时了，你都不理我。我看看，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这么专注？这呀，是我给学生啊布置的一个小论文，让他们每个人在历史上选择一段，然后用故事性去评述。明天大家一起要分享的。 明朝之战写的是这段，因为我觉得不管哪一段历史都很有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所以我想我就从头开始写了。而且商朝又是中国同时期第一个直接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可明朝之战又是夏王伤心，所以我索性就从这儿开始写了。这个小弟逆袭，暴锤二世祖，有意思，锤的还是个渣男。 这怎么听你一说，怎么觉得这么俗是吧？哎，郭先生，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大俗即大雅。嗯，虽然呢，我也一直在追求世俗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并且勇往直前，但是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清新脱俗的。公元前16世纪，夏桀在位，内政不修。 外患不断，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夏桀身为一国之主，不思进取。我的妈呀，郭先生，恕我直言，你这段文字要是放在1000年前，绝对是司马衷。你这文风写的，就感觉像是刚出土似的。这哪个学生会喜欢看啊？可是这历史不就是这样一板一眼的去传承下来的吗？可是现在去传承历史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历史啊，我觉得要有意义，还有趣，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好吧，那就请我们文学系的大才女艾米，你告诉我该怎么讲啊？天才先生，我们赢了。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呢。哎，腾飞网络是多么挑剔的公司，我们竟然拿下了投资，还获得了他们尊重，难道现在还不算赢了吗？你不知道未来的路上还有很多未知吗？就像这些红绿灯一样，你过了这个红绿灯，下边还有下一个，还有再下下个。人只要想往前走，眼前就一定会有路。只要你想往前走，这个路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达尽头。我觉得呢，有你这个老司机，不管路有多远都不用害怕。还有我这个领航员呀，外加你这个老司机，我们俩在一起有什么事情可以怕的呢？老司机带带你，你是领航员。我跟你说啊，咱们可说定了，我这牛都吹出去了，未来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你都必须要跟我一起承担了。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嗯，写好了。从前中国有一个朝代叫商朝，当时算命的特别喜欢在乌龟的龟甲上写点东西，其实和大家现在写微博朋友圈是一个爱好，后来流传下来的当年的博文就成了甲骨文，所以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朝代。商本来是前任夏朝的一个小弟诸侯，一个叫商汤的小弟找了个合伙人叫方国，二人组了个团儿，准备一起创业走上人生巅峰。那个时候占据了中华五千年昏君 TOP 排行榜的夏桀还在和名媛整天烧钱败家，他一听商汤要跳槽单干，当时就急眼了，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明条之战。嗯，这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太严肃了？我随便写写的，不行你就删了。不能删。艾米，别说啊，你还真的再一次启发到我了。看似你这个东西写的嬉笑玩闹，但是却通俗易懂。你说那时候的历史如果这么一翻译的话，我怎么觉得像发生在当下的事情一样啊？你还真的是个才女啊。真的假的？怎么感觉你在忽悠我？哎，绝对没有啊。其实我一直在想呢，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承历史，能够让当下的年轻人对历史更感兴趣。你现在这种写法就是正路啊。如果武丁中兴，七子朝鲜，用当下的思维该怎么去解读啊？那我有两个要求。你说。一。电脑密码换成我的生日。这个已经不算要求了，因为他现在就已经是你的生日了。那第二个要求来了。请我一下。来来来来，快点快点。我去，大早上吃独食啊你！什么东西？南京带回来的盐水鸭，可好吃了，来尝尝。南京特产。虫回来了。人呢？过来转了一圈，忙去了。怎么样？成不成？OK 啥意思啊？多少钱啊？300万。3000万。3000万。我去，这太让人羡慕了吧！
哎，不是，你想啊，哎，忙里忙外这个店啊，忙那么长时间，撑死也就是几十万，是不是？他一口价3000万，人和人没法比。哦，老天爷啊！你我告诉你，你很公平，嗯，快吃吧你。先生女士，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这个房间的规划。我不想要那种常规的感觉，就那种工位，大家就是可以说席地而坐。哦，这可以放在那儿。啊，在这个区域呢，我们原计划呢可以做一个园林的设计或一个泳池的一个设计。做一个户外健身房怎么样？我们再去里面看一下。好的。这儿环境不错呀。哎，来了来了，嗯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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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恭喜，你来了，小朋友。前两天不是悲剧吗？瞬间变喜剧了，啊，这行医翻身翻的也太快了吧？这怎么着？看人家童工变成童总，嫉妒啊你？我嫉妒什么呀？我也是老总好不好？我是餐饮什么甜品集团老总向总。我说你们俩能进一步一点，跟我们老板这行列靠近一下好不好？切，那可不一样啊。虽然都是一个字儿总，但是你这个总就值80平米，人家1880平米。这个80平米，这比你的讲台还要大一点，是不是？园丁，园丁也没有80平米啊。我今儿是我大儿子，你们仨能不能稍微控制一点？说了别让他们再来吧，影响气氛了吧？哥，你说这人家互联网高新技术公司看见，一群高知人群聚会，他们凑什么热闹？切，我们三个给他庆祝啊，高知我们也是高知啊。哎，向总，园丁，食神，这是神。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开始了。走吧，来，走走走，往旁边去。来，你们这边请。这，今天呢非常开心，大家能来参加这个12星有限公司的项目启动活动。这边呢也有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也到场了，还有很多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见证我们的成长，在这里谢谢大家。那现在我就宣布了，12星科技点亮仪式正式开始。我们感谢所有到场的嘉宾来见证我们今天的这份仪式，也感谢腾飞网络以及我们12星科技，我们今天的剪彩，也祝福我们这次的合作能够圆满成功，飞黄腾达。开始。现在呢，我还要宣布，有请我们12星科技的创始人童宇先生为我们的12星点亮。12星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12这个数字呢，对于我和许多而言，非常的特别，因为我跟许总，我们两个是朋友，是爱人，更是家人。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大家可以数一下，他们的笔画都是12号。而且12星宫是用以标明月亮与太阳沿黄道运行，每年会交汇12次的位置。我希望我能和多多像太阳和月亮一般互相辉映，让12星永远耀眼。那就祝福你们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永远耀眼。没错没错。
套那个太阳月亮无比炙热无比火辣，完了之后你们俩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互相融化对方得了啊！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啊！今天的论文分享课，同学们分享的传奇故事都很好，很有趣。郭老师，你还没分享你的传奇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商朝到周朝三个二代子的故事，他们分别是富二代、官二代和创二代。啊，不是，这什么意思？我是希望从他们的传奇故事里能够让大家得到一些启发，能够让大家去想一想，你们到底真的未来想做什么。原来中国有一个朝代叫商朝，那个时期的算命先生啊，都喜欢在乌龟的龟甲上写点东西啊，就好比于现在你们写微博发朋友圈都一样的。就好比于现在你们写微博发朋友圈。哎呀，都是你们的，是吧？都是你们的。别拍，再剪了，这样剪起来。哎，啊，还能做多少？哎呀，这四大天王的料全部用完了，浮云这也是最后一批了，没料了。还有80个订单，外面还排着十几个客人，浮云还有四大天王各点两批。啊，这可怎么办啊？这想办法，想办法。哎呀，你这么早就休息了？卖完了。卖光了还这么愁眉苦脸的？郭先生，接我下班。你有没有想我？想。那你有多想我？特别想。今天课上的怎么样？课上的还行，就是这帮孩子吧，把我上课的视频还有论文全发到学校的论坛上了，其他系的学生全看见了，老师也在问我这节课的情况。这不是个好事吗？是个好事，但大家都说非要接着往下看，那怎么办啊？那你就往后接着写啊。那往下写，那你得帮我了。那我就要个亲亲了。哎呦，你俩行不行？当我们空气呢？这还有个单身男青年呢，注意点行不行？怕我饿着撒狗粮是不是？向总，你这蛋糕的生意做得这么好，别负能量这么重啊！我请问我哪儿好啊？现在供不应求，不够卖。店里完全不够卖，网上订单一张都不敢接，哪儿好了？这店太小了。不是，那你就变一变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嘛。哎呀，通通，怎么通？你说的容易，怎么通？你可以扩大店面的面积啊，然后雇一个新的面包师增加产量，要不然你就直接开分店。您说的很方便的。啊，两个问题啊。第一，两个店这没法管理啊。第二，资金呢？要不您出去。哎，你先别这么大的负担嘛，你得先敢想，敢想了才敢做呀。啊，那这样吧，你们两个好好的认认真真的想一想啊。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小飞，其实刚才郭老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道理倒是有，但是得问问一个明白人啊，咱没有经验啊。明白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里眼前了？谁呀？你前妻。我自强不息向往飞，我问他，真逗了你。哼。
刘总，您看一下，这是后续的合同。嗯。向先生。这么巧啊。刘总，那我们先去了。走吧。找有事儿啊？我不是来找你的。你在我公司楼下，不找我找谁？我就随便溜达溜达，就走到这儿了。那你继续溜达了。既然这么巧遇到了，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饭就不吃了，我最近减肥。走走吧。哦，好。那个，我觉得这样挺好。咱们好像很少有这么走走路、散散步的时候。好像是。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就行。我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那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走走路吗？这跟巴菲特吃饭啊，得2000多万。你怎么着也算是上海女巴菲特了吧？怎么跟你散散步、走走路，其实也不亏。去找巴菲特吃饭的人都是有事情有求于他。你这么说，就证明你是有事儿了。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找。夏小飞，如果你真的没什么事情的话。那我就先走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是，我是有些小事想跟你聊聊。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几个月了。说实话，这个店在大学城附近已经首屈一指了，而且有些小的名气。虽然说表面上来看，整个店经营不错，但是我自己很清楚，它将来的发展其实是有问题的。会遇到瓶颈的。店太小了，蛋糕不够卖了，对吧？对。就你们那个店，凭着李杰森的半手工，一炉出50个，算上加工时间，一天出20炉。也就是说，每天可以达到上1000块的产量。但算上大学城附近学生的数值，你们的需求应该是在3000块。如果每块蛋糕售价30元，这样算下来，一天至少少了6万元的流水。而食品业毛利基本50%，因为你们规模不够，一天至少损失了3万元的净利润，确实很厉害。这么会是上海女巴菲特、啊？你说的没错，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心里应该有答案吧？开分店的事儿我确实想过，但是……这样吧，明天我找人找你聊聊。不，你别误会啊，就今天我会跟你说这些话，跟你聊这些事儿。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因为你比较有经验。我不是想让你给我投资。为什么呢？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在上海可以崭露头角，可以把这个店做得越来越好，是通过我的努力，而不是你来帮助我。你是我的前妻，有些事儿你可以帮助我，但有些事儿你不能帮助我。那个，那边有家奶茶店，还挺好的。要不我去买2杯奶茶。你在这等我一下。
件事势必是有些难的，但如果你已经做好决定了，就大胆去做吧。反正不要做让自己觉得后悔的事儿，因为一旦后悔了，就没办法弥补了。但有些事儿，即使你做了，也许也会后悔的。但如果你不做，永远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不是吗？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难得可以走走路、散散步，就这么说说话，感觉不错。奶茶挺好喝，就是有点腻。对了，这个给你。买这个干什么？你脚这样贴一下吧，贴一下会舒服一些。刚才买奶茶的时候顺便买。谢谢。不客气。各位大哥，手机能不能放一放？能不能放一放？哎，你说呀，不，这个会议对我们四兄弟还有这家店来说，这关系到我们将来生死存亡，你们是不是不担心的吗？你们听我说两句啊。嗯。各位大哥，给你们算笔账啊。李杰森现在一炉能出50个，一天能出20炉，也就是说每天能做上千个。但大学生这一代所有的量加在一块，每天至少得3000个，按每个30块来算的话，一天流水至少是6万块钱啊。再按照食品的毛利基础来算，那是50%，也就是说，就因为我们供货不足，每天我们就要损失3万块钱净利润。各位，很大一笔数字了，好吗？嗯，你这账算的挺通透啊。我怎么感觉你这话说的有点像刘总传授给你的啊？这谁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的意思啊，经过我个人研究，我判断出来，就这家店已经到了开分店的时候了。哎，投资呢？怎么解决？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要动你那3000万似的。没有没有，绝对不动你的钱。投资现在是没有，但是我会去找。哎，不说话我当默认了啊。那我宣布了，从明儿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分店计划，每周一开例会，谁都不许迟到。我说错了吗？哎呀，哎，大功臣来了，请坐。跟我客气什么客气？不是国王先生，我们不是跟你客气。嗯，是这事儿就没有你的话呀？我跟你说，没有人能搞定高贺。那行啊，今天就好好宰你一顿，我不会抢着买单的。你好，几位？帮我加2套餐具，好吧？好的。哎，有情况啊？啊？有啊。来了。等着啊！这么多年我没见到带女的来。子夜，可以哈。来，坐。谢谢。嗯，哎呀，哦，那个冰女不是白医生啊，家离这儿近，我就想着顺便一起吃个饭。这个顺便，看来故事有点多。你们两个干嘛看着我一直笑啊？哎，白医生，你这速度够快的。那也赶不上你开公司的速度吧？子夜，你可以啊，成功的把商业谈判的实用力
放在了生活当中，稳准快，而且看来效率还不错。你的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嗯，我们是朋友。之前啊，白医生就约我吃饭，然后正好赶上你们又约我吃饭，我就想着就一起呗。哦，朋友。那个，怎么感觉咱俩有点打扰你们约会了啊？你这一谈恋爱，连好朋友都不认了吗？我认啊，但我现在有点不敢认了。那我出来吃饭带个男伴，省得当你们的电灯泡，不行吗？你看这白医生啊，原来说话多么温文尔雅，这个人在一起待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越来越像，跟商务谈判一样，我都接不上了。行了，快说吧，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随便点呗，菜单给你。给我吧，那我帮你点了。好。你最近在健身，就多补充一点蛋白质吧。这沙拉，蔬菜跟水果的各要一份，主菜叫牛排吧。可以。五分熟，配菜要芦笋和青豆，甜点就算了。哎，那个我们两份跟他们一样的。什么就一样的了？人家点的是啥呀？你听都不听，你能不能走点心啊？我走了，你说我这平时工作这么累，付出那么多体力劳动，我想补充点营养，你也点得很科学啊，必须一样啊。哎呀，我好怀念当时啊，刚认识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的男人，那种微妙的感觉，就像子夜一样，风度翩翩啊。童宇，我可听出来这许小姐是话里有话，对你好像不太满意哦。那没办法，后悔来不及了。您子夜现在有人了，你们先聊，我打个电话啊。我想去个洗手间，你们俩先聊啊。白医生，喝一杯。干杯。哎，这男人忙起来就是这样。其实他刚说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我没有你那么了解童宇，但也略知一二。其实他的天性就是这样，就像鲨鱼一样，有强大的进取心和进攻心，会称霸海洋。但是有时候过于的锐利和直接，会让人觉得有些孤独，特别是会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这份孤独。因为毕竟在海洋里能跟上鲨鱼的并不多。子夜呢？子夜在事业上和童宇一样有着自己的坚持，但是我觉得他的性格上更像是海豚，永远的那么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当你开心的时候他会陪你开心，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出来帮你解决这一切。他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你对他的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你们俩挺好的吧？说实话，我们也刚接触不久，彼此呢留下的印象也都很美好。但是我在想，如果时间长了，走得更进一步了，要是到时候能像你和童宇这般默契，就挺好的。会的。哎，鲨鱼和海豚回来了。聊什么呢？说你呢，鲨鱼宝宝。什么鲨鱼啊？你长得像鲨鱼。那子夜呢？海豚宝宝。来，豚宝，敬你一个。白医生。这儿怎么了？愁眉苦脸的。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程师，要么眼高手低，要么经验太少。还有几个大厂出来的，薪资要求也太高了。要不这样，你就找几个新人过来，让他们做一些技术工作，困难的事交给我。那怎么行呢？你身体也吃不消啊。再说了，研究科技讲究的就是团队精神，个人英雄主义到最后再怎么使劲儿也是昙花一现。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团队。现在时间这么赶，
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人选啊？小韩成功，你们两个怎么过来了？啊，你们怎么来了？听说你们这儿招人，我们就过来应聘了。哎，徐总，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我们这儿正好要招人，你们就来了。你们怎么回事？辞职了？跟那娘炮，我们真没法办。我们还是愿意跟你，好兄弟。来，快进来，来。带你们参观一下。哇，这儿就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区啊。我们这一次呢没有固定的工位，大家来，想坐就坐，想躺就躺，困了可以睡觉。这么随意吗？但是这次咱们公司的考勤制度没有之前徐总安排的那么严格。来，过来看一下。这些都是童先生自己设计的。这是咱们的研发空间。来，我带你们去这儿看一看。这边啊是咱们公司的健身房。哇，每天必须保证一个小时健身啊。我可以，你行不行？我们这儿还有这个 PC 游戏实战区，里面呢是 VR 电影区，还有我们的楼下，楼下是嵌入式的沙发区。嚯，我带你们上去看看。来，上面还有啊。楼上有惊喜，是吧？这上边呢是咱们公司的睡莲屋顶，也是我们的户外会议室。呼吸最新鲜的空气，迸发最好的灵感。哇！哇，这也太好了吧！这个，我的天哪！哎，老大，你是建筑工程师吧？太有艺术细胞了！哎，李成功。我告诉你啊，这么好的环境，如果我还不好好工作的话，你把我摁死在这里。蔡小涵啊，这么好的环境你都好意思偷懒的话，我都觉得丢人。话说回来啊，这么好的环境我要是散漫怎么办？不会散漫的，我们是为了让大家自由和创新。从今儿以后咱们工作不需要有任何的束缚了。嗯，我只需要你们提供给我最好的思路，以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你们今天来的也够巧的，是咱们公司第一次会议。啊，那咱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次头脑风暴吧。我都迫不及待要扎进实验室了。去那边先坐一下。我下去喽。你慢点，你别摔了。小心啊。嗯。接下来开始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老大，这样吧，我先汇报一下吧。我跟成功，我们在过去的那个基础研究之上，我们重新升级了雷达导航的体系。咱们现在想研究的项目不是自动驾驶的，而是交通。是什么交通？我现在想要做的是宛如咱们之前做的自动驾驶体系，但是我是想要做一个全智能的交通体系。交通把它变成一个智能体，懂吗？就是等于我们用这个智能体去操控整个路面上发生的一切。自动驾驶它只是其中一部分。哇，这个点子好啊。可是老大，交通这个整体太大了，咱们这个是不是太疯狂了呀？来，打开你们的项目书看一下啊。我所好比的这个交通就好像是人类的大脑，它可以支配我们所有的行为，它协调着我们全身的运动，可以掌控道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在车内安装处理器同步信息，安排路上的每辆车用最优的速度和路线，甚至是出行时间，避开所有的拥堵，极大的提高当下交通的安全性，让道路具备人工智能，彻底的改变交通。Okay.
这块蛋糕是我们蛋糕店。不用多说，最近你喜欢看电影之外还喜欢看书啊？你看到了？我拿纸巾的时候无意间看见的。听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回老家怎么样？什么意思啊？你想好了？想好了。